近日，宣武门附近小区内发生多起入室杀人案，监控中犯罪嫌疑人一位青年男性，手臂上有面具形状纹身，身高矮小，凶器为钝器类。因已造成多次恶性伤害杀人事件，受害人多为年轻女性，犯罪情节严重，如有线索请迅速联系当地公安局。附近居民请锁好门窗，注意人身安全。哎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姐，你不害怕吗？明天我就走了，有什么好怕的呀？倒是你自己多注意安全吧。还有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好好画图。年轻的时候不好好画图，怎么可能出好的作品？但你这稿子都画了半年了，有人愿意买吗？姐，要不你也别画了，咱俩吃饭去吧，我请客，怎么样？国外已经有人看上了，这次连带着点别的东西一块带给他们，几套一共下来六位数吧，至少。真的假的？能拿那么多钱？我去上个厕所。哦。去吃饭吧。